我永远会记你，我孙的吼，对不起你感谢哟，阿哥你的囡仔，阿哥你的爸妈。阿杰阿姨，我过去对恁做足超过的代志，是嘞，我拖到今嘛才向恁道歉。我会用这世人去忏悔，假使阁后世人能够愿意拄着我，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会当去弥补。我这世人会永远会记你。我对不起你哦，我有罪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爸妈，恁敢有听到？孙连峰在甲恁开失礼啊！虽然讲这个失礼办三十年，也毋过，伊总算是真心忏悔，咱总算等到一天啊！怎样？你现在会尴尬，也不过你比我更好运，你的亲人拢还搁在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当好好珍惜你现在所有的一切。大家妈，我跟小春是回去了。是真心要甲陪我回心的，你是妈的好媳妇。这几十年来，你对周家付出真多真多的心血。啊，多谢你。看来红是真正在反省啊。过去一挂代志，我是不是应该放水牢啊？你敢袂当好一个解释？是安怎你甲周胜强无七挂星期，颠倒伫个记者会顶悬表态要支持？检察官还袂甲周董起诉啦，即摆七挂就等于是迷信审判。社会大众就相信本党在记者会面所讲的，咱就是故意要杀哦，咱的台湾合作对象。事实证明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周董真紧就叫我放出来。你即马是摕上野集团的扛棒在搏啊！这边运气好，互你搏赢。万不利，你若是搏输，你有想过，规个上野集团就会因为你赔惨落去？我敢是安尼教你？阿伯，我唔是咧博啦，我是以我对周董的了解，我咧做判断的。即个乌色的代志，是周夫人个人的行为，500万要提出去，周董就随都死啦。所以我们才选择继续跟顺发合作。你即马开嘴合嘴，唔是周董就是本董的。你唔知的人啊，佮廖准讲你佮因两个是好朋友、好兄弟呢。原本啊，我对你真信任，所以我才个上野集团交予你去换。即摆我特别当面问你啊，
听讲进前伫咧日本，奈美都已经拒绝盛发集团甲大方营造，是安怎回来台湾了？一切又搁改变？是啦，日本的时阵哦，开始有一寡误会。啊，不过咱奈美啊，回来台湾了后，阮台避免当面解释也清楚，就拢无代志。敢是？你去日本的时阵啊，你处理代志都唔是安尼呢？啊，是安怎你拄到彭亚武、朱胜强了后，你就规个人变到恁软烧烧？就连朱胜强用150亿卖土地，你都替伊咧心疼，唔甘？你安尼，我真正怀疑你是不是有摕人的好处啊？阿伯，我并无改变啦。我甲周董的、彭董的，就只不过是工作上的关系。而且我所做的任何决定，都是以上野集团的利益为优先。哎，三方合作即卖当顺利进行落，唔是真好。阿伯，你为啥要生气啊？暂时切割有可能造成公司的名声受损啦。就算讲摕到违约金，这个商社啊完工了的利益比起来，根本就无算啥。我真正想无好处到底是对。除非是阿伯，你希望看到周董付违约金了后，阁看到盛发秀的动向。阿伯，你想要伫大方迄块精华地无问题，咱应当趁着彭董的伊冲锋起大楼，咱来受空受方，这拢唔是问题。问题酒家咧，你是未来的亲家咧，你敢有必要为难人啊？除非是阿伯，你对盛发集团有其他的想法。你讲啥物啊？什么时阵你对我这么侪意见？还是讲你也是固定啊？所以你即摆反头要来教我应该安怎做代志？我就是想袂通啦。想袂通，你就爱听话啦。就是因为你听话，你即摆才有上野集团社长这位地头坐。只要你伫个集团内面一工，所有的决策最后拢一定爱由我来做决定。阿伯，是我考虑了无周全，做代志太过冲动，是嘞。好啦，大家拢是为了公司的设想，为讲开到无代志啊。今嘛就当署长无罪释放是上好的结果，咱就照原本的目标继续三方合作。麻烦啊，继续争辩落去，嘛无多改变事实。我只是给龙辉开来。妹妹，你拄回来，恁阿母真久无见面啊！你也先回去厝，今仔日就到这为止。好，那恁我阿母先回来，阿爸阿母，你嘛较早休困嘞。是。我唔知影，原来反对甲周董合作的人是你。妹子，我若是真正反对，我就袂甲周家要结做亲家啊。前朝已经来抓人啊，我就必须要做出上歹的打算。今仔日是运气好，周胜强伊无代志，万不你前朝若是为难。安尼，杨介伊的冲动，都可能会拖累上野集团，甚至四天金库。是的啦，我拢咧陪雷锋，拢无详细去想内底美甲。但是你的顾虑道理，杨介应该体会。只要你会当体谅我的用意，我就欢喜啊！我无力帮你后悔。你摸的手，看得着的好。好，我搁加看一下你的手好不好？我确定，
你真正回来了。经过这次，我才了解你想性命在爱我。跟你比起来，我对你的爱算是这么幼稚，我才感觉很感伤。信哥，我拜托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继续留在你的身躯边，不是为了要好好，是为了要赎罪。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给你的伤害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当弥补。信哥，我拜托你，这次一定要相信我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？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都袂当搁遐尼冲动。你会当爱我，也毋过你爱先会当保护你家己。任何会当让你受伤、让你袂快乐的，都毋是我希望你爱我的方式。拢予我充满忠心的希望，一天我很苦了，我度过人生中上长的一天，迄阵我感觉足孤单的，我就希望你，珍妮还是安迪，任何一个人拢好，会当陪在我身躯边，人总是爱失去了。这才是明天对待公司上重要上珍贵。所以你愿意继续跟我做伙，正常我也在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够爱你，也无检查过，你甲侦讯的时阵，我头壳拢无想清楚，我完全无任何丢度，我都甲伊讲，那个500万是我的，我干那想要保护你，所以我想，我已经找到答案了。想要甲你天涯对心肠，是我今生的愿望。多谢你，我会继续爱我。多谢你。我相信，度过一关。来，阿母一定会越来越好。